来，接着要吉米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使用 Facebook 的新功能，那个呢叫做打卡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回到这个动态消息这个地方。那新版的这个 Facebook 你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打卡的功能，其实原名叫做 Check In， 就是告诉你的朋友你现在正在哪里，在做什么事情啊。比如说这边呢，我们的 Mike 他刚刚用 Check In 的功能呢，输入他现在正在台大医院啊。那但是呢，深圳要怎么用呢？吉米教大家，首先呢，先按打卡。比如说我们先到现在到了一个餐厅或者到了一个地点，按一下打卡。这时候呢，它就会透过这个 GPS， 然后去定位你这附近有哪些景点，然后甚至是店家。这时候呢，吉米现在在恶魔岛上面，所以说选恶魔岛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说呢，这个地方你这附近没有你所要填写这些选择的这些地点，你可以在这上面自己来新增，好不好？这边有吉米已经新增好，所以说选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咳咳好。然后下一步，我们就可以附上照片。好，我们再重来一次给大家看哦。首先先按打卡，有没有？然后选择地标。接着呢，你可以标记跟你在一起的朋友，点了之后呢，去选朋友。好，或者说是附上照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从你的那个相机里面选择，或者说我们直接来拍一张照片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拍摄这个 Flynn 的这个宝藏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选择使用。好，加上注解。好，我们注解就要加上来了。打卡功能教学中。看着摄影机的萤幕的打字真的很难打嘞。好，描述好了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了，然后要上传。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哦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这个，好，你的这个动态列来看看最新的一个结果。